啊，是瘦的他是不要，跟你说实话。来，在这儿干，来把这拿下来，在这是最胖的。还有多少钱？我不要腰这儿，我就想要上面那块。净地干上吧。就种上，堵起来，我就歘一下在这儿给你嘎一刀得了呗。这不能推毒啊。要多少？说，多少钱？12块钱，少了我不卖，真的。他有卖10块钱的呢，我这猪就9块多，人有花7块多买猪呢，你那不一样了。你看我这大桌，你看这样，等时我就没劲。真的，还有23，大哥在哪来？我来看看你呀、啊。好，看我亲哥，这肥，看这是肥，那看不上这肥吗？肥用不了那些呀。我冻着，我把这在这看，在这给你干，把五花肉夹起来给你上碗。你说你咋了？行。啊，来吧，要差一动，在这干一块，在这给你干一块，中吗？那你再不要外地去了，这属于咋嘎都行了，我这肉。咋嘎都行，哎，咋卖都中。所以你只要买就有商量。买肯定是买。这天死的是啥不？我不。你看是公猪吧？你管啥猪？我说那是没有用，我今天没肉，你给我啥猪也不扔。你看，我今天就想买点肉，啥猪我都要。那你要是整老母猪，回家吃老母烧的呢？老母猪，现在你让我杀我也杀。现在没有。要多少？这块中不中？要多少？你这车轮这么干净。走，哎，别跟不接理，走，就行。来，大哥。这个卖肉的，你这嘎肉买肉的，指到哪嘎到哪。来，136.8块，到130能了。跟你成年在那买肉，咱们人办事利整。嗯。做干净的那啥呢？那啥呢？这个吃饭你放心吧，保证烂。哎，你把那个给我嘎了呗。走，50，大哥。给我嘎吧，你习惯。把那皮过那个啥样子，行，他这个不能扔了。这些是多少钱？50，大哥爹50是吧？大哥他给蒸皮了。没有，他没说。做个皮吧，把皮拿去了。做个蒸个，要不回去太费劲。哎，这活得我专业。我这专业，因为你们这都我这不瞒你，我这好赖干30年了，这破活。三十年，我61。比你还大呢，大哥。比你大，白看我叫，白看我管你叫大哥。我告诉你，我岁数小，我生着大。你61，但是没有用。你现在说在那买肉了，你这出生那个年份，你得50年哈，人家是等着娘吗？你说你我大嫂又摘他了。你赶上我岁数大了，闹呢。我生日大，你我岁数都不大。哎，我大嫂他爹，我这里十八。哎，这就是个胖啊！人家我这都出名，别看人瘦，整个玩意个那么胖。人也不瘦，操，都88斤了都。才88斤啊！哎呀妈呀，我去年才86。就那个轮，你就给他脖子肉买上他也差不多。他买上啥？我舍得吃了吗？这么贵是吧？我这围裙回家我都得洗个洗个脑袋。对呗。那就赶上那枝花了，那别整一兜的土炕呢。就这样，光着就睡。我连土炕都睡不上。我必须这儿呢，必须。你要干一根肉呢？来，要五花这样的。在这儿来，这块黄。这是钱吗？这是钱吗？纯钱吗？这是正主哥吗？妈呀！太了不起了，这最好的地方也没认得。说吧，要多少？这两天的包子给我全把我整毁了，就是不快。你看就是他啥样？哎呀，那玩意不好了，是什么感觉？什么玩意？五花肉？什么玩意？好，这回中了，这回再不要那也没治了。我这六十。你这种干这个好吃中不中？我要肥肉，一烤肉。啊中。我亲哥这是。哎呀妈呀！
好人家，皮带子有点厚，挣完了半年。这驴的肉多。昨天给你做苦了，老好了，老好吃了。嗯。刚才那肉不是上有个三片八吗？哎，就那一块吧。来，150。哎呀妈呀！这我亲哥，我这我专家。我的150消费啊！你这你给我拿着。他这吃不了的。是亲哥有啥补充的？150，说你说50啊！来。谁敢说我这肉不好？肉花肉吧，肉花肉，你干脆快点，给。肉花肉，上你干的。你不能吃这肉，别往地上凑合。大哥要东西啊？他回去咋蹬啊？他烤肉。你别人都蹬了，大哥这你我咋的？还两样待遇啊？我不明白那玩意儿烤肉带皮不带皮。我操嘞！你要烤肉带着皮烤下去，你可热闹死了。带皮烤一样。那还不烂？那肉皮不带烂的，一撕一炸。那不中，他一炸那肉皮不烂，那个肉烂了。弄了都干了，肉皮嘎嘎的。肉皮一烤一炸都。你咬不动，你不是好肉，它都整着不是好肉了。肉皮啊，你单吃大哥啊，你别搁里烤油它就中了。别手练的，这钱，这辈子这活呀干的真好。蛋多少？欠50。记住啊，中。这不是鸟巢吗？没人。就吃了就中，你再来一个袋子不？几块啊？啊？几块啊？这钱买吧。不行。干认的。给的十，我干一刀。干一刀。一刀可能知道俺们俺们一刀，我家小哥我的。我也是。这路不太好。啥玩意儿？我的天，那个地儿啊，都和他一个钱了啊！来，56.6，给我55。这几个？这个是13。啊？我好好看看，要是不56.6，后球给你一个。那称点哥，那我乱说吗？来，这东西吗？哎呦，我嘎下来你相中，你可以不要，懂不？哎，你这相中了，来，70。哎呀妈，那行啊，13的，12的，这那点球不美了。啊，记住这13，少拿点。你看还不少呢，这五花肉，这纯五花，这是12的，这13，这后球，这是后球，那是前膀，前膀是12的，一定都是13，我瘦的都13，这块吧，要的行，要多少？要个30多块钱的，少一条小条，没事，我嘎下来你相不中，你可以不要。咱们卖东西就这样，来35，我不多给你就不多给你，35啊，不多给，你中了啊，这是你要35块钱是吧？你上那儿要去，差了我给你个后球，马上就兑现。那你是现在秤多了是吧？那了，哎，你说你这块，哥们办事啊，这个。没灯，不这样是不？打灯了找不着。啊，在那个去来，我这个这是35吧？哦，35。这个多吗？啊？在那个去来出，这太多了这个。哪个？7块钱那个。7块太难了吧？不好。高了，这块。下级你都买不着，你咋不信我呀？55块钱，不是。快不了。在那个五十。来拿来，拿你换来。来拿来。我点肉吃不了。拿来。都得叫这个。你等会儿，老娘，你就记着我老孟卖肉啊，你就记着要1两我都卖。
那多谢谢你。不用不用谢，有啥麻烦的？没事儿，给我半两哎。你不得花钱去吗？是吧？哎呀妈，这个肉，拿着。哎呀，这是多好啊！这一样肥的多少钱？十二块。这玩意儿呢？一会儿，你冲吧。干一个呀？中吗？有要几斤？要三斤吧。今天咱们这净卖肥的，没人要瘦的。来，35块钱。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你今天晚上不回家吗？你不回家，我不回家。我上哪去啊？我中午啊，中40块钱的啊。净给你瘦的，净给你肥的，多给着你呢。你回家吆去吧，上多少钱不知道了。现在44。啊，给四十得了，少要点。你不净要肥的吗？啊，要四十，这必多给点。往后我看着有一哪厚的，咱不要半哪的了。真有胖子。我咋地都刷碎牙啊！现在牙口都不好了，那牙缝子这都这么宽呢。对，拿这块听我的，你看这块好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好的一疙瘩肉。刚才老太太都嘎了，她一看钱多，真的我不骗你，咱们这都，哎呀，当影子人。再说这老太太说钱多，两个人钱。给我干净些。80块钱，保证还多给你点。我给他收点，哎。哎呀，办事，你去邀去。80块钱呢？你把皮儿蹬下来。不用蹬皮儿，蹬皮儿不好吃这玩意儿。你记着，炖菜必须得肉皮。他吃出那个感觉来了。看看我这谁，大厨。哎呀，这块是我那个吧？不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咱不乱说。我多给吃，我给的，来82块1.6。我要个3斤，你要1斤我都卖。哎，这都得干净，都得给它收的。哎，这还不动啊？行，小时候你就吃去吧，没外人。我这回卖给你肉，下回还让你上我这买来，我都不用招呼你，45元。你要是卖一回有点这个瑕疵，你谁下回来一米？天天的这点才给瑕疵呢！我的个天哪，这叫肚囊吗？你这可是不用了，你看你叫我这叫肚囊吗？你这还叫黑底儿？来，47，给我45。